学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八单元分词。首先呢，一样要欢迎我们的助讲老师，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欢迎 Scott 老师。大家好，我是 Scott 老师，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今天我们会深入探讨分词的各种类型，还有它的应用。我们会先从最基本的定义开始，然后学习如何识别分词的功能，并且掌握分词构句的用法。最后呢，我们也会去看看常见的分词使用错误，并且进行练习。在开始新的单元之前，有请 Scott 老师。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周的名人语录喽，请注意看，注意听。Keep your face always toward the sunshine, and shadows will fall behind you, by Walt Whitman。 这句话是出自著名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它呢，意味着如果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困难和挑战就会随之减少。同学们，在这个句子当中有没有发现没有看到主词啊？没错，这里使用的是祈使句的句型。那什么是祈使句呢？祈使句是用来表达命令、请求、建议或邀请的句子，通常会省略主语。那明确的来说呢，它是省略什么主语呢？第二人称主语，其实就是 you。同学们记得了吗？好，然后呢，直接是以动词原形开头。他们在写作中呢，或者是对话中呢，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有效地传达动作或要求。那么惠特曼的这句话呢，其实就是用了建议读者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如果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想要强调积极态度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各位同学就可以考虑引用这类的句子。例如，我们可以这么写哦，请注意看，注意听。Maintaining a positive attitude is essential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success. As Walt Whitman wisely said, keep your face always toward the sunshine, and shadows will fall behind you. 谢谢 Scott 老师的解说。这是一句非常激励人心的话语，大家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保持积极的心态也非常重要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的单元目标 Unit Goals。 Number 1,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participles. 第一个是理解分词的概念。 Number 2,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s of participles. 第二个目标，我们要学会辨认分词的功用。 And number 3,to master the usage of participle constructions. 我们要掌握分词构句的用法。接着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到底什么是分词呢？ A participle is a form of verb that functions as an adjective and is sometimes in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compound tens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articiples. Present participle, always ending in ing, and past participle,usually ending in ed, en, n, ne, or t. 好，分词呢，它是动词的一种形式，具有形容词的功能，有时候也是时态的一部分。分词分为两种，现在分词，也就是字尾以 ing 做结尾，以及过去分词，通常是以 ed, en, n, ne, 或者是 t 做结尾。接着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现在分词 present participle 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结构。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嘛，现在分词它其实就是字尾是 ing 嘛，所以它的结构就是原形动词加上 ing。 比方说原形动词 play 加 ing， playing， playing 就是现在分词。 walk 加 ing， walking， walking 就是现在分词。那现在分词有什么功能呢？首先，它是可以用作形容词的，也就是去修饰名词或者是代名词。那这里呢，通常是表示主动或者是动作进行中。它当形容词的时候有分两种，它可以前位修饰，也可以后位修饰。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位修饰的例子。The barking dog scared the little girl. 吠叫的狗吓到了小女孩。
后这里现在分词的 barking， 它是修饰名词 dog， 描述是怎么样的狗呢？正在吠叫的狗。再来看一个例句 ：The growing plants need water and sunlight。生长中的植物需要水和阳光。这里的现在分词是谁啊？是 growing， 它是修饰名词 plants， 所以它表达的是怎么样的植物，生长中的植物。好，这是第一个。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后位修饰。首先第一个例句 ，The man hosting the event is a well-known entrepreneur。这次活动的主持人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好，这里 hosting 它是现在分词，而 hosting the event 是现在分词片语，所以这个片语呢，在这里是做形容词去修饰名词 man， 具体去说明说他是主办这次活动的人。我们再看一个例句 ，The girl walking on the streets is my sister。走在街上的女孩是我的妹妹。好，这里的 walking 一样是现在分词，而 walking on the streets 它是现在分词片语，这里是做形容词，修饰谁呢？修饰 the girl 这个名词，所以它是要明确说明她正在做什么。Scott 老师，除此之外，副词还有其他功能吗？有的，它的第二个功能是用作主词补语，听清楚哦，是主词补语哦。现在分词还可以作为主词补语，用来补充说明主词的状态或情况。我们来看例句哦。第一个例句 ，The news sounds really exciting。这则消息听起来真的很令人兴奋。Exciting 是现在分词，在这里呢是充当主词 the news 的补语，提供有关主词 the news 的额外讯息。第二个例句。Leon's argument sounds quite convincing. 莱昂的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啊。在这里呢 ，convincing 是现在分词，在这里呢是充当 Leon's argument 的补语，是用来描述莱昂论点的性质，也就是相当有说服力。现在分词还可以作为受词补语，它作为受词补语是在补充说明受词的状态。我们来看例句。第一 ，I saw my cat chasing a butterfly。我看到我的猫在追逐一只蝴蝶。在句子中呢 ，chasing 是现在分词，是作为受词补语，补充说明 my cat 的状态。第二个例句 ，He kept me waiting for a long time。他让我等了很久。在这个句子中呢。Waiting 是现在分词，是用作受词补语，补充说明 me 的状态。现在分词还可以搭配 be 动词来形成进行式。搭配 be 动词形成进行式，是表示呢动作正在进行中。第一个例句 ，The students are playing basketball。学生们呢正在打篮球。这个句子中的 are 加 playing。是形成现在进行式。第二个例句 ，Becky was having lunch at 12 o'clock。贝奇十二点的时候正在吃午餐。句子中呢 ，was 加 having 是形成过去进行式。谢谢 Scott 老师。刚刚我们学习了现在分词，现在呢，我们要来接续学习另外一种过去分词。那什么是过去分词呢？过去分词它就是以 ed、en、n、ne 或者是 t 作为结尾，而且可以用来修饰主词，表示被动、完成或已发生的动作或状态。它的结构呢，就是原形动词加上 ed 或者是 en。那它其实也有不规则的变化，等一下我们会讲。好，比方说呢 ，play 加上 ed 变成 played。就是过去分词 ，eat 加上 en 变成 in 就是过去分词。那不规则变化，就比方说 go 这个字，它的过去分词形式是 gone。好，这种就要特别去记了。过去分词有哪些功能呢？
第一个呢，它可以用作形容词去修饰名词，所以它表示的是被动或者是动作已经完成。那一样分为前位修饰以及后位修饰。我们先看一下前位修饰。第一个例句 ，The fallen leaves were swept away。落叶被风吹走了。好，这里过去分词 fallen， 它是修饰谁呢？修饰名词 leaves， 所以它是描述树叶的状态。好，再来第二个 ，Government closed down the damaged building。政府关闭了这座损坏的建筑物。请问过去分词是谁呢？好，就是那个 damaged， 它是修饰名词 building， 所以它描述的是建筑物的状态。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后位修饰的用法。首先第一个例句 ，The cookies baked by my mom are delicious。我妈妈烤的饼干很好吃。好，这里的 baked 它就是过去分词，它修饰的是名词 cookies。再来第二个 ，The movie directed by the famous filmmaker received positive reviews。著名电影制片人执导的电影获得了好评。好，这里呢 ，directed 是里面的过去分词，它修饰谁呢？修饰的是名词 movie。好，除了形容词之外，它也可以用作主词补语使用，去说明主词的状态。比方说 ，Many windows were broken due to the storm。许多窗户因为暴风雨而破裂。好，这里的过去分词是谁啊？是那个 broken， 它在这里是做主词补语，所以它说明的是主词，也就是很多窗户 many windows 它的状态。再来第三个功能，它也可以作为受词补语，去补充说明受词的状态。比方说 ，The teacher should keep the class engaged。老师应该让课堂保持活跃。好，这里过去分词 engaged， 它就是受词补语。所以既然是受词补语，它描述谁呢？描述 class 的状态。好，除此之外呢？过去分词它也可以搭配 be 动词去形成被动语态，所以它的写法是 be 动词加上过去分词。那它表示的是动作是由他人或者是其他因素所完成。比方说 ，My necklace was stolen， 我的项链被偷了。好，这里有没有看到 be 动词的 was 以及过去分词 stolen 两个加在一起形成被动语态，表示被偷。好，再来，其他的功能还包括搭配助动词 has have had， 可以形成完成式，它是表示动作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Tim has done all his homework。提姆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功课。这里我们使用了助动词的 has 以及过去分词的 done， 所以 has done 它组成了现在完成式，它表示的是 Tim 呢，他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写功课，现在已经完成了，所以它强调的是与现在的关联性。刚刚讲解的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稍微进阶一点点的用法。什么是分词构句？Participle construction， 当两个句子有相同主词的时候，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得，这是基本的一个门槛跟条件，一定要有两个句子，而且必须有相同的主词。好，这个时候呢，为了精简句子，并且变化句型，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分词构句。分词构句不但可以简化句子，也可以让你写作的句型更有变化。好，我们接着就来看看喽，分词构句的形成呢，我们就拿下面这个例句来看看。好，这个例句是这样 ：When I arrived at the theater, I found that the movie had begun。好，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句子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两个条件呢？第一个是要有两个句子。这个句子呢，前面是一个从属子句，后面是一个什么主要子句。好，达成这个基本的门槛跟条件，就可以
进行下一步。好，我们接着看怎么样来形成分词构句呢？第一个步骤是省略连接词，也就是说将句子中的连接词如 because、 since、 us、 when 等等这些字省略掉。同学们找看看这个句子中哪一个是连接词啊？很明显的就是第一个字 when，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从属连接词，所以好，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把它划掉，省略掉，其他句子完全不变哦，很简单吧？好，再来，第二个步骤是省略主词。那问题说你要省略哪一个主词呢？好，有一个原则就是，当两个句子主词都相同的时候，要省略从属子句的主词，听清楚哦，从属子句的主词，或者如果是对等子句当中的其中任何一个主词都可以。这个句子呢，我们刚才知道了，前面的句子是一个从属子句，所以呢，当然就是省略前面的主词 I， 所以其他的部分也不变。再来，第三，动词要改为分词。当我们省略主词后方的动词要改为分词，主动要改为现在分词 ving， 被动就要改为过去分词 pp。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就是 arrived。 可能有些同学会认为说，哎， Scott 老师他是不是过去分词，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就保留了？ No no no， 这个地方的 arrived 它是动词，它是动词的过去式，所以它不是过去分词。所以怎么办呢？好，简单，我们就把 arrive 还原成原形动词 arrive， 再加 ing， 所以就变成 arriving。 好，其他部分也就不变了，于是呢，分词构句就完成咯。所以就长这个样子，请看 arriving at the theater I found that the movie had begun。 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分词构句的句型如下，是 ving 就是现在分词，或 pp 过去分词，加受词或补语，逗点之后呢，再加主词，再加动词。其中 ving 或者是 pp 呢，加受词或受词补语呢，这个部分我们就称为分词片语。接着你们可能会很想知道，那什么是分词片语呢？ Participle phrases。 分词片语是由分词、修饰语以及代名词或名词片语所组成，是用来修饰主要子句的主词，分为现在分词片语以及过去分词片语。现在分词片语它是主动语态，用来表示同时或连续发生的动作或状态。我们来看例句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Jimmy found out that the bus has already left。吉米沿着街道跑，发现公车已经开走了。这里呢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是现在分词片语，是用来修饰主词 Jimmy， 表达他发现公车已经开走的情境。接着是过去分词片语，它是被动语态，用来表示被动完成或已经发生的动作。我们看例句 ：Exhausted from the long trip, I fell asleep immediately。由于长途旅行的疲惫，我马上睡着了。这里呢 ，exhausted from the long trip 是过去分词片语，是用来修饰主词 I， 用来解释我为什么会立刻入睡。那学习完分词的用法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看看英文作文中有哪些常见的分词使用错误呢？ Andy 老师，你觉得学生们最容易犯的是哪一种错误呢？悬垂分词应该是比较常见的错误之一，特别是在我们写比较长的句子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悬垂分词 dangling participle 呢？
所谓悬垂分词，我们指的是分词片语，它在句中是没有明确的或逻辑上的修饰对象，或者说分词片语它和主句的主词是不一致的，进而导致句子整个意思都模糊混乱掉了。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错误的例子。Walking down the street, the trees were beautiful with their leaves shimmering in the sunlight, and the branches swaying gently in the breeze. 好，中文会是走在街上，树很美，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好，看完这个例子，有没有人觉得哎，好像没有错啊？好，中文上看起来也没有错，但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句子中分词片语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它和后面的主词 the trees 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句子呢，作者可能想表达的是哎，我走在街上，哎，我觉得这些树很美丽。但是如果像是刚刚的例子这样子的写法，它的意思会变什么样子啊？会变成 the trees walked down the street， 哎，会变成树木走在街上，这样是很不合逻辑的嘛。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怎么改？我们把 trees 改成应该要使用的主词 I， 那修正了之后，分词片语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与 I 就会一致了，这样句子会变得这个比较有逻辑且清晰。所以正确的句子可以这样写：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 admired the beautiful trees with their leaves shimmering in the sunlight and their branches swaying gently in the breeze. 好，所以变成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欣赏着美丽的树木，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一样是错误的哦。大家看一下，看有没有发现错误在哪里。After finishing the project, the report was submitted to the manager, detailing all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好，中文呢怎么写？中文会变成，哎，完成项目之后，报告被提交给了经理，详细说明了所有的发现和未来改进的建议。好，同学们看一看，有发现错在哪里吗？中文来看，是不是也觉得蛮合逻辑的？但其实这个句子中，分词片语 after finishing the project， 它看似是报告，但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某一个人，不知道是谁，但某一个人他完成了这个项目嘛。但是如果你的写法是像刚刚那个例子的话，那翻成中文会变成，哎，在报告完成了报告之后。好，这样子就不合逻辑了嘛。既然如此，我们要怎么改呢？刚刚说了嘛，完成报告的一定是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report 改成任何一个人，那这里我们改成我们嘛，我们完成报告。所以修正之后，分词片语 after finishing the project 与主词的 we 它就会一致了，那句子就会比较清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改正后的句子会变成： After finishing the project, we submitted the report to the manager, detailing all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完成项目之后，我们提交了报告给经理，详细说明了所有的发现和未来改进的建议。Scott 老师，除此之外，你还有遇到哪些错误呢？有的。另外一种经常在学生的作文当中发现的错误，就是一次使用过多分词片语。其实呢，像这样的学生犯的错误呢，我通常是还能接受的，因为表示这个学生呢，他把分词片语学得还不错，只是过度使用了，他很想把一次把毕生所学全部用出来。所以我通常会请这些学生呢，不要太急着想把所有你所学到的分词片语全部用在一个句子当中。好，
他的错误会是这个样子哦 ：sitting by the window, sipping her coffee, and reading a novel, she lost track of time, forgetting about her appointment, and causing her to rush out of the house in a panic, leaving behind her keys and her phone. 同学们，你看看，如果这个句子翻成中文怎么翻呢？说好坐在窗边，喝着咖啡，读着小说，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他的约会，让他慌忙冲出家门，留下了他的钥匙和手机。如果看中文的话，是不是觉得这个句子写得很好啊？其实，在文法上，这个句子并没有错，这个句子是只是不好，那也就是这充其量只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好，所以这个问题还容易解决哦。所以这句话呢，他一口气堆叠了几个？六个分词片语。所以让这个句子过于复杂，很容易呢，就让读者失去了焦点。因为读者们，他们需要在句子中的不同部分来回跳转。那么这就会让读者呢，更难以理解句子的主要意思了。所以呢，该怎么办呢 ？Scott 老师刚才讲说，其实这文法上并不算错，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改善这个句子，也就是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连接词，并且把句子怎么样分隔开来。好，我可以建议同学这么写，怎么写呢？好，注意看 ，As she sat by the window, sipping her coffee and reading a novel, she lost track of time.She forgot about her appointment and rushed out of the house in a panic, leaving behind her keys and her phone. 这样修正后的句子呢，使用了连接词，表示两个动作同时发生。As 这个连接词呢，连接了 she sat by the window 和 she lost track of time. 那分词片语呢 ，sipping her coffee and reading a novel.提供了更多背景细节，但并不影响句子的主要结构。此外呢，也将原来的句子呢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句子，这样可以更清晰地表达每一个行为及其结果。这样的修正呢，可以确保每个行为都清晰明确，句子结构会变得比较简单，易于理解。这就是今天的课程内容。希望大家对分词的使用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谢谢 Scott 老师的参与，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